有注意到外面有贩售我们的成发纪念品吗？胡瑞豪，胡瑞豪，我们这次的成发纪念品真的不能没有注意到，因为以前真的没有像这样子的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这次的卡套。我先讲这个卡套两个特点，第一，真皮。第二，紧实。为什么说它紧实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把我的卡片放进去之后，真的掉不出来。就是你要硬拿的拿出来，你怎么摇是摇不出来的哦。所以那些爱掉悠游卡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次真的一定要买。上面有印一个帅气的 NTU PDC， 再麻烦大家帮我买起来。再来，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钥匙圈。来，这个钥匙圈它的特色在哪里？也是一样有我们 NTU PDC 的 logo， 而且它不只是钥匙圈，它不只可以挂在钥匙上，还可以挂在裤子上。除了裤子上，还可以挂在鞋子上。包包我就不讲了，包包是一定可以挂的。麻烦大家待会出去的时候再帮我把纪念品买起来。好，再来下一件事情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次的纪念品呢是由我们的服部设计制作的。服部设计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帮我们做这些周边商品，像是我们的成发服，来秀一下。我们的成发服呢是用重磅的棉T，我们已经台大热舞社有好多年都是跟他们合作，还没翻好，还没翻好了。来，他们呢帮我们制作这样的重磅棉T之外，他还会帮我们设计像是这样子的小 logo， 相当可爱。我觉得你们坐那么远看不到，实在是很可惜啊。等一下出去外面看纪念品，有一模一样的。每次呢，我们都会请他们帮我们制作这些商品，好看、耐穿，而且质感又好。偷偷跟你们说，这样子重磅的衣服，跳舞人很喜欢，是40只。不要说我没讲。好，再来下一件事情，我要讲的是，胡瑞宏，刚刚你们有看我跳老人舞吗？我刚刚跳老人舞的时候，穿了一件新牛仔裤。不是牛哥喜欢的那个新牛仔裤哦，是我身上这件，我刚从西门的 Levi's 拿到的新牛仔裤。我们这次呢跟 Levi's 合作， Levi's 赞助我们台大热舞社成发，我们接下来下半场也还会有一支舞马是穿着他们家的服饰，都是丹宁牛仔服饰。大家等一下可以帮我找一下下半场是哪一组穿了他们的衣服，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呢，可以等一下可以来跟我讲，我会觉得你很厉害。跟巨阳法艺合作，我们从社团里面呢推派两位干部到巨阳法廊设计专属的客制化发型。来看一下我们这两位，一位金头，一位银头。谢谢你的介绍。大家有听过金斧头跟银斧头故事吗？请问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？好，总之呢，这次我们社团也跟巨阳法艺合作。那我们的官方 IG 上面有分享一支影片，是拍他们两个去法郎制作 Before and After。大家有兴趣想要弄个帅头的话，也可以去我们的官方 IG 看一下影片哦。好，谢谢我们两位法模，请下台。不是我吗？我爱你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件事情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。我们台大热舞社呢，最近办了一场短影音比赛，是和雅虎官方品牌合作，只要使用我们提供的音档拍摄超过3秒的短影音，就有机会争取我们奖金。你不要看我们学生社团办活动，好像可能奖金可以只能给的很少，
这次我们头奖的奖金有12000元。第二名5000元，第三名3000元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刚刚说的英档拍摄的短影片是什么。我们社团干部有拍摄示范影片。音档拍3秒钟的影片就可以抢12000奖金，干超赚！我干嘛还念台大？我去拍这个就好了，白痴哦！哎、欸，白痴哦，那来拍啊！咿呀呼！枪啊！哎，刚刚有人有帮我们录吗？敢赔我12000？我刚那个有12000。好啦，大家到时候记得帮我去官方粉专看，我们的 IG 跟脸书都有提供这个比赛资讯，请大家一定要去参加，直到5月8号。我跟你们讲，就真的录这一段影片，你就有机会拿到刚刚那个奖金。就这样，我们下半场表演准备开始，敬请期待。